没有办法哎。你听 podcast 没有办法，那可能你耳朵故障。不是，是我就会很担心，你不能做事。这么好吗？啊？怎么样？你听个 podcast 不能做事？妈妈不能把 podcast 当背景。太想你，所以你听个你就不能做事。你是渐冻人哦，听到 podcast 就冻住了，是什么鬼？吓我！这么伤心哦，太可怜了吧？